去洗手间不方便，孩子们给父母买的这个马桶便携轻便，简单清洁，功能齐全。自从买了以后，爸妈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磕。哎，大表姐，你大早上的发什么疯啊？家里牙膏没了，我得想办法挤出来一点啊。多大事啊，给你这个挤牙膏神器，外观小巧，不占地方，可以贴在洗手台的墙面，有了它再也不怕牙膏挤不出来了。这么好用，我可舍不得买。放心，你平时少浪费点牙膏就能入手。提升压缩壁纸，你看看这买的是啥，套都套不上去。哎，奶奶，不是你这样套了，哪有教你。这个要先把绒椅掏出来，然后放到马桶圈下面，再掏出包住马桶边缘就可以啦，并且提拉马桶盖也很方便，冬天一定要给家里人备上一个哦。早都跟你说了，用这个。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